大家好，我是郝迪克。今天要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三十秒背完肝外胆道系统。胆道系统 b i a r y system） 或称胆道术 b i a r y tree），指的是胆汁从肝细胞制造出来后，流到胆囊、小肠所经过的一系列管径渐增的管道系统。我们把肝脏切一刀，用显微镜放大之后，可以看到许多六角形所构成的平面。 平面再放大，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片，一颗一颗咖啡色的肝细胞，本人实际上呈多角形。肝细胞的细胞核很大，有些是单核，有些是双核。若把一颗肝细胞，把它想象成是一块红砖，砖头上下整齐的堆叠，砌成宫廷的围墙。这个围墙的专有名词就是肝细胞板。肝细胞板的厚度仅有一块砖头厚，围墙与围墙之间会相互衔接。 而砖墙旁边的小道路就是 hepatic sinusoid，是门静脉分支到最小等级的血管。这些结构与其位置形成的肝脏功能性结构的最小单位，也就是典型小叶。这是一般文献中最常使用的说明方式。典型小叶呈现六角柱体，六角柱的每个顶点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蓝、绿、红三条管道并列，红色是动脉，蓝色是静脉。 绿色是通胆汁的管道，蓝绿红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门脉三合体 （portal triad）。portal triad Port Tri 所存在的地方称为门脉管 （portal canal）、门脉区 （portal area） 或门脉径 （portal tract），指的就是这六个黄色圆柱体。里面所填充的是结缔组织，所以呈实心。 而实心当中有蓝、绿、红管道通过，我们可以想象先用粘土搓一条厚厚的圆柱体，里面插进蓝、绿、红三支吸管，再贴在六角柱的六个顶点上，这样子就很容易想象 portal canal 的架构喽。针对 portal triad 蓝、绿、红的部分，有些课本写的是 hepatic artery, portal vein, b i o duct，有些课本写的是 hepatic artery branch。 Portal vein branch, b i o duct 等等，足帆不及备在。而我自己在一般描述时，最喜欢使用的是 hepatic artery branch, portal vein branch, interlobular b i o duct，这样可以马上理解各管道的确切来源。如果真正要从组织学角度描述的话，我比较喜欢使用 hepatic arterial, portal v e n u l interlobular b i o duct，这样可以立即体会到这些管道尺寸的层级。 其中，红蓝吸管里面的血会往 d i v e r lobule 的中央流，而绿色吸管则是收集肝细胞分泌的胆汁。在了解了肝的功能性组成单位后，让我们再从源头说起。这张图是假设肝细胞为立方体，把一横排的肝细胞切开来看，里面有细胞核、立线体、粗糙内脂网等等胞器。 肝细胞做好的胆汁直接排入它旁边 b i o c a n o l i c u l a 水沟，也就是卡通图中央的三朵绿色小花。这个 b i o c a n o l i c u l a 并非传统水管所搭建的管道，而是两两相邻的肝细胞膜更贡献一条凹槽，然后用丁书针，也就是 t i g junction，在管道的上下方将相邻的肝细胞膜钉起来。如此一来，就出现了畅通的 b i o c a n o l i c u l a 附带说明一下 b i o c a n a l i c u o r 是复数 b i o c a n a l i c u o r r 是单数。胆汁从 b i o c a n a l i c u o r r 往 liver lobule 的顶点流，快到 portal canal 的时候，在 The Net Collection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里面清楚地描述到，许多的 b i o c a n a l i c u o r r 会汇集到小型的 intralobular b i o ductule。 之后再往 periportal b i o i a i o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 canals of hearing。canals of hearing 周边已经有结缔组织出现，之后才会入 portal triad interlobular b i o duct。肝脏内某些区域的 interlobular b i l i ducts 会留着 right hepatic duct，某些则会留着 left hepatic duct。 两者再相互汇合，形成 common hepatic duct。就如图上所示，我们可以把这三条想象成书写一个大 Y 字形。在写 Y 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了肝外的胆道系统呢，也就是本支影片的重点。Y 的上面两画中，这笔画是 right hepatic duct，这笔画是 left hepatic duct。再直接拉下来，就是 common hepatic duct。 在体内约有三公分长。Y 再继续下去就是 b i l duct，位于旁边的胆囊，它也拥有自己的胆囊管 cystic duct，与 c o m m a hepatic duct 相接之后呢，往下拉的绿色管子就是 b i l duct，一直延伸到十二指肠。胆囊与胆囊管好似小写的 a，因此与上面的 Y 字型胆道一起剪辑成 y、yeah,。 是不是非常好記呢 b i o ducts 在早期的時候稱為 common b i o duct，已經是膽道系統的最終段。b i o duct 的遠端尚未接到主胰管的地方，有平滑肌增厚的情況，稱之膽汁管括約肌 sphincter of b i o duct。當此括約肌收縮時，膽汁就無法進入之後的肝胰糊腹與十二指腸。 也因此，胆汁就会沿着胆囊管逆流至胆囊，做浓缩或储存。肝移壶腹是什么呢？Bile duct 与主胰管相会合后，钻入十二指肠壁，形成肝移壶腹 （hepato pancreatic e m p e r o r 或者是 e m p e r o r of Vater。这就是十二指肠大乳头内膨大的原因。当 sphincter of bile duct 放松时， 胆汁就会顺流而下，经过肝胰壶腹、十二指肠大乳头，释放到十二指肠内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。感谢 Elsevier 公司赞助的 Complete Anatomy App。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肝外胆道系统的 3D 走向的话，不妨下载 Complete Anatomy App，可以更强化你的 3D 概念哦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 Anatomy Showbar Facebook 粉丝团哦。